哇，好夸张！哇，好夸张！成几百人啊！到底好奇佢哋教人哋点样热身呢？我哋一齐睇下咯噃，转下手。由于太多人啦，我摄唔入去啦。转完前边就向后转，有前有后咁样，跟住又拧下腰啦。好啦，又踢踢下腿，踢下脚。好似系呢位一生系最标准嘅。到呢边都有啊，犀利啊！好啦，又转另一个动作，跟住就拉下只手，跟住指定动作，拉个膊头，跟住扭下腰，扭向后面。好一阵就做到脚啦，前后前后，哇，仲喺呢边啊！好啦，跟住曲膝，又嚟个，做完左脚做右脚，哎，跟住做踎低，另一只脚伸高脚尖，佢又做完左脚，梗系做右脚啦。哇，好多好耐未拉过，原来自己咁紧都唔知道。好犀利！哦，跟住要。左手拉右腳，右手拉左腳，不過個個都坐曬，唔算。好啦，嘗試呢、這個點呢個腳尖，我打打打底，我都得，勉強得。得啦。好啦，跟住咧就做踢腳。哎。腳腿，右腳抬去左邊，跟住原地跑。好啦，做個爬地嘅動作，爬地點做嘅咧？就咁啦。點樣爬法？個鞋底會唔會蝕咧？你做個動作，就係兩腳輪流向前踢啦。做一个抱膝的动作，跟住又再拧下腰，点解个个嘅都唔同嘅咧？我都唔明白，唔知系咪整套而做啦？依个好似瑜伽咁嘅姿势。就是这样了，大家看不到这样的。熱身完成了，有一个很盡責的職員，不知道在marking什么，我真的掃描緊。再一次掌声，不过我听不到他说什么。